一边，对。我这个是其实是今天临时弄出来一个毛片，然后那个还不算很完整的一个片子，大家还是大家提问，然后我回答好不好？那就。这部片是从去年五六月开始吧。那我之所以会拍呢，是因为在一个前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哦，我参观的那个神猪农场，那就看到刚刚这样灌食，那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受到很大的惊吓。那其实之前，我也有动保团体也有拍过类似的议题嘛。那时候，因为那是。不是自己亲眼看到，那没有那么震撼，所以就觉得哎，这样子很残忍而已啊，并不会觉得想要做一点什么事，并没有。那是自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受到很大的震撼惊吓，所以想说，平平是动物，平平人也是动物哈，平平是动物，怎么有些动物这么凄惨？好像既然我看到了。那应该要做点什么才对，如果没看到不知道那也就算了哈。那既然你看到了，我觉得有责任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呢，拍这部片子，拍这个神猪的议题，其实是一个运动的工具而已。我主要是要做反对虐养神猪这个运动，而不是要拍摄纪录片。那运动跟纪录片是工具，这样。我是大安社大志工协会的记者，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神猪它是在做什么功能啊？功用在哪里？它是做什么庆典使用，或者是说你如何去了解这个神猪的它的由来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是要如何去？避免这件事，还是要反对，还是要采正面的方向去想。神猪主要就是祭祀嘛，庆典祭祀啊。那规模最大的就是新竹义民庙，还有三峡祖师庙。那个林口竹林山观音寺，每一年在九月也快到了，那个义民庙刚过嘛。林口的那个规模也很大，那就是祭祀嘛。这个祭祀的演变，以前是把人宰掉了，把一个处女宰了以后祭给河神祝福，祭给山神之类的。那当然，我觉得，这种祭祀的观念是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恐惧的。那以前是宰人，那些后来就宰杀动物嘛。那这个随着时代的演变，我们大家对大自然的认有比较清楚的认知，这个。祭祀的问题应该可以慢慢的，也要做一改变才对。啊，对不起，你还问什么问题？啊，没有，我说就是有特殊族群的关系呢，还是说就是人类对于这个神灵的一种信仰？族群是在台湾的话，其实这个用神猪祭祀也不是只有台湾有，那个以前有一个句话什么？我一直忘记了，就是诸侯是什么太牢呢？还有天子是什么牢的，诸如此类的，他们都是地位越高的，他们宰的动物越大，宰牛啊，宰羊啊，宰猪啊，这个都是有的。那个这个是什么牢？我忘记，一时忘记了哦。这个大将就这样子。那我想越文明，不能不要讲文明啊，就是说这个智慧越被开启的一个社会。对于大自然的恐惧，应该不能说恐惧啊，就是了解之后，应该对这个祭祀活动应该要有改变，这是我的看法。就是他们决定要拍这个神猪纪录片的时候啊，我是那纪录片啊，它是一个短片。那你是前面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功夫吗？然后才进去拍？是说您决定就是刚才那一件事，您就是？约好采访之后就到现场，然后拍摄这段过程，之后再决定怎么处理。可以了想一下你打算怎么做这个？那之前的话，当然你对于
台湾这个神珠祭祀的这个文化要有一点了解。那每一个庙都多少都会有一点差异，不太一样，那当然大同小异，你要做一些了解。然后其实好不好，就是这个是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越发越就从里面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了。刚开始的话也只是大概从 Google 一下啊，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越做越了解了。那最后我像我刚开始是觉得就我个人的那个一个阶段性来讲，就是这差不多这两年接触这个议题来讲，刚开始我觉得这个是太残忍太恐怖了，怎么会有人，我会觉得那个是那些神猪农场的问题。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不是，这个就是信仰问题。那这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信仰上面。为什么我还是会有一群人真的笃信说宰一头神猪祭拜一下会得到平安，那为什么他会坚信这个？有些人是坚信什么传统啊诸如此类啊，可是这个比如说印尼庙的这个神猪祭祀文化就百来年的历史啊，百来年就以一整个历史整个传统来讲，百来年实在是很短的一个时间，我不认为它有那么牢不可破了，就是这样。您提到说这个神猪不是那个农场的问题的话，也就是说你可能是考虑到它的需求端，请问你对这个需求端呢有没有变化这件事情有没有观察？比如说神猪的需求量啊，它的价格啊，还有参与这种祭祀的这种人啊，是不是在减少或是在增加？有啊，比如说玉米庙来讲啊，今年那个农主啊，我今年问他采访他，他就说，因为他玉米庙是十五个什么，那个叫做15轮庄嘛，再轮15年轮一次，那今年那个炉主张先生啊。他就说15年前啊，大概神猪有1000多条，大概1200条吧，超过400台斤的哈，这而不是对，他超过400台斤的，他是去算一个等级，一下子就算一个等级这样子，超过400台斤的，我印象里好像他说400多头，今年的话只剩下200多左右，还是100多头，我忘记了，反正这个神猪的数量它是在锐减当中。那很显然的就是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像我去年发起那个反对神猪虐养，百位客家人反对神猪虐养，那我跟那个合作，后来我找那个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一起办这个活动，那里面就是他们动物社会研究会里面的人他就说他们这个议题已经讲了10几年了都没有效果，他们认为是完全没有效果，当然我不认为完全没有效果了，还是有效果了。那这个效果是来自是多元的啊。那就这今年这位张先生，这个炉主张先生，他是说，他认为是这个时代演变的趋势。以前是农村社会嘛，地方大，然后平常大家闲着，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娱性活动。那庆典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娱性活动，跟亲友之间联系感情的一个机会。社交，对社交活动，对对对。那现在这个社会结构完全改变了，那农村在萎缩当中，那大部分人都涌向城市，那空地农地都相对减少，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那个。就是即使你要宰一头神猪，宰一头神猪要很大的地方，要环境，并不是那么，你住在城市里面是不容易宰杀神猪的，它需要空地，需要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人逐渐的啊，因为它的环境生活环境不允许啊，它不会这样子。那我觉得人民的自视，提升了，我觉得也有关系啦。
信仰其实这种传统信仰是在瓦解当中。我就是就我跟那个，不只是跟这个今年这个人主了哈，包括这个神猪农场那些，我采访了，我不记得几个神猪农场，还蛮多的哈。那大致上他们的想法就是，那个数量一直在锐减，主要都还是现在的生活环境不太允许。那价钱的话哈，像有刚刚那个有个老农啊，他十几年前的时候。就我去采访老农的时候是跟彭老师一起去的，他应该可以待会来谈一谈他受到了惊吓。我看他是脸都僵在那里的，那进去看的时候，那因为我已经那已经是我看了好几回合的了，所以我没有已经不会吓到了，因为已经知道是怎么样。可是那个彭老师是吓到了，还有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的那个理事长啊，陈树香也是吓到了。待会可以请彭老师来谈一谈他的那个生猪经验。就这样子。还有那价格了哈，价格哈，它原大概十年前哈，它一斤，以那个刚是影片里面有讲，忘记了。对，一千斤了哈，它现在一千斤一百六，对不对？十年前是一千斤200块，加一斤，它的总就是。计算的标准就是加一块，比如说1001斤，那一千斤的时候它就乘以200，1001斤的时候它就乘以201，到了1300斤的时候就是500，一斤500块，就是这样算的。越重它越值钱。对，然后总价它整个计算方式就是这样。那现在哈，像我去采访去年那个影片嘛，它已经变成160块了。十年后，它变成160块了，就是这样，因为需求也减少。有人做过这个比较学术的研究，比如说那一年这个猪特别大，对不对？这个1500斤啊，那么那一年有没有什么什么很好的事情，让这些人都得到什么庇佑？对不对？那年猪啊杀的比较小，就是怎么样的？这好像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个有关于这样的论文。那新竹交大有那个客家学院吗？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学术论文，像我刚才讲的，把这些也都调查在一起，对不对？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他本来原来的社会背景是一个这个社会的最大社交活动，因为有替代性嘛，啊，对不对？这样研究之后。对这个事情呢，可能说不定有一个加速它催化的作用呢。目前我知道是没有这样子的研究了，纯粹研究神猪祭祀这个是有，可是研究说有比照有没有比较好运啊，诸如此类的哦，好像没有。不过比如说那个神猪啊，如果去吃它的话，对不对？这样子的猪啊，吃起来对身体健康。对不对？是不会不好，因为它的那个体质在有什么变化。不过就普遍来讲，像我们家每一年都会，不见得每一年呢，就有亲朋好友在轮到那一桩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到神猪肉。那现在这几年这十年来，我们都是拒绝的，因为那个你想想看嘛，那个神猪大概是比如说今天要拜嘛，哈，它大概凌晨。10点到12点那段时间，12点左右的时候宰杀了。太久了。宰杀之后，第二天10点，那准差不多10点开始拜到下午2点，然后那是在义民庙拜哦。义民庙拜完之后，应该是差不多9点多就拜了，就到义民庙了，因为要准备嘛。他要拜到下午2点，然后他回到他的普渡区，就是轮庄的那个区域，还要再拜，拜到晚上10点。就是几乎是整整24个小时，这个书宰杀以后连冰箱都没有冰，就这样子在农历七月天哦，在这样子酷暑的环境之下，你认为呢？那反正之前我们家拿到那些，通常都是拿到猪油了，因为都很肥嘛。那个炸出来的油实在是有够臭的，那腐臭味。对啊，说如果把那个东西做一些化验的话，对不对？就可能会知道。
啊，这个状况啊，让相对于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啊，它是相对的不健康啊。这可能就是要建议那些学者专家或营养学家，或者是什么主妇联盟的去了。不过主妇联盟好像，应该他的诉求不是这个。不过就我，因为那个神猪祭是，它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哈，虽然说数量越来越少，可是重量越来越重。人类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好。对，饲养的方式，饲料啊、猪之类，它可以让它催肥的方式是越来越那个，所以数量就是这样。可是就是说，你可以，大家都可以很，这也不需要什么学术研究嘛，大家都可以体会嘛。其实，神猪祭祀活动还在延续啊，每一年还是很多头啊。那可是我们并没有比较，日子好像没有未必过得比较平安啊，让天灾地变越来越多、啊。好，我们再开放一个问题。